演出《想见你》在南韩打开知名度的许光汉，除了明后天要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二日还参加广播节目录制，让不少粉丝超兴奋。许光汉稍早抵达节目录制地点，他不忘贴心放送粉丝福利，走进粉丝群和大家打招呼。一身休闲打扮，身穿粉色衬衫和黑裤的许光汉，不时对着镜头放电，融化大批许太太的心。比下爱心，欢迎来韩国。谢谢。감사합니다. 감사합니다. 감사합니다.